早啊。今天要练舞，早餐吃什么好呢？有了，今天吃武红元气燕麦碗吧。当当当当，桂格武红麦片，这里面啊有五种我特别喜欢吃的红色食材，比如桂圆呐、红豆啊、红枣什么的。而且麦片的营养很丰富，不仅能吃饱，还能补充每天需要的营养哦。我们要先把牛奶热一下，等待的时间来准备一些水果吧。哇，午后已经泡好了，粉粉糯糯的，看着好好吃啊。最后可以放上你喜欢吃的水果，然后点上一片薄荷叶，香香。这样子一份武红元气燕麦碗就完成啦。嗯，太好吃了吧，能够明显尝到里面桂圆、枸杞还有红枣的甜味儿，而且还有浓浓的麦香，感觉今天一整天的元气都充满了，早餐来一碗超幸福。好啦，我要去练舞啦，明天见吧。桂格武红，以红养红，红出好气色。天热了，今天就来做个清爽的早餐，我想一想，就做一个厚如五 K 旋风杯吧。今天就 pick 你了，桂格五黑麦片，这里面有五种黑色食材，比如黑芝麻、黑豆，一碗有超过十种营养，非常丰富哦。先用热牛奶泡一下，要想获得最好的口感，就要先放在冰箱冷藏一下。这是我昨晚提前制作好的，直接就可以吃了。我机智吧，做厚如五黑旋风杯呢，要一层酸奶，一层麦片，这样多铺几层，又好看又好吃。再加一些坚果碎和可可粉，这样一杯营养又美味的厚如五黑旋风杯就做好了，好看吗？让我来试试看吧。嗯，燕麦好好吃啊，弹弹的，像在嘴巴里跳舞一样。桂格五黑，以黑养黑，发现新生活。